那在这个半局，吕彦青要上场来接替投球啊。半段的左打者怎么去突破李彦勋呢？林家伟这个球打在右边方向，二垒手接球传一垒，一出局。好，给家伟掌声鼓励。小 K 碰到吕彦青也打得不错，四打数打了两支的安打。这个球中间方向又是一次安打。好，机会来了。这个球送到了反方向，左外野手跑得很快，哇！这个飞球进手套，遭到接杀。这个球在内野三垒手要来处理，这个三垒侧的飞球遭到接杀之后，这场比赛也告一段落。勇士队在九局下半的反攻啊，最后并没有办法攻下分数啊。那这场比赛最后赢家是中信兄弟。6-4，中信兄弟两分差赢得了这场比赛。哇，郑凯文再度是为中信兄弟拿下了关键的一胜啊！